因为整体大曾经计算过，在未来的126900年以后，所有的事物都会重演一遍，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再遇见一次。如果喜欢为什么不说出来，如果不爱又为什么要勾勾搭搭，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模模糊糊，没有感情必须要清清楚楚。好喜欢小学，老师来了会有人提醒，稍后回答问题的我都会告诉你答案。班里还有一群沙雕同学，可惜马上就要散了。